有头伤了，有头僵了，是躲击到了。你说耳朵那个呢？耳朵薄，难道掏声破多薄？难道掏声破多就要蒙着明年哈了？白着薄到明年哈，都得着长些刀。要不就刀又没那个来刀，那个路。掏伤割，掏到怎弄？哦。嘿嘿嘿。那边那个跳那个几个又蒙着到长鸟了。掏些两百多刀的，掏个下一方再能够上点。他太多了，他这行就走起来了，那什么？他是怎么？哎，这行哎，这行真是倒了，没准明年还不好了，还行。那老也拍，哎，都见白了，也老干了老，嗯，老。现在我是跑到新坡做的做明年哈，他到蒙着到，我那个做了也掏木就很，嗯，那只有新坡那也掏木这种山的嘛，新了掏木就很了，山山哥，给不晓得蒙住到明年哈来讲些嘛，就刚才说了。做做明年哈，哎，套路准了，套路蒙古，嗯，搞一弄嘞，来做钱了嘛，嗯，来做来点好一盘之类的，吃好啊，我有配到阿龙门车，阿明年发路了，那到龙门车有，老干的，有配路了，现在，老干的喏，他到龙门门，那车么那跑开，有配车了，太慢了，是不记呀的，到到阿门街就嘛，然后太路了，还不让坐那车嘛，来太，一等人子。前行稳定好，他到路蒙车呢，蒙到到发现，过山了到，差不多了，那路哈。老木车行了喏，这个租车，坐嘞，等到嘞，一下买了是吧？也租了，哦，别我。怎弄了也不哎，哎了怎弄了？你坐车，呵呵，你坐就车了，走喽，好嗨哈，唱不了，嘿，你坐车了，明白耶，快车是快糯米，收收收，嘿嘿嘿，快继续，好好拍照。